上衣完全不紧绷，然后这边有帮你做一个可爱的收边，这边有帮你做一个小卷边收边。再来呢，手啊，这一次还是做比较长一点点，让你手的视觉效果变很长。而且我跟你说，真的随便拉都是端一端一的感觉，而且这一次的长度也很棒，不会露什么腰，它就是刚好在那个扣眼上面。所以呢，这一件呢是 S M L、X L 都可以轻松驾驭的。那这件的弹性其实非常好，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会不会贴身的问题。它算是偏就是顺身，但是它不会整个贴合在你身上，然后在夹口这边也都是有空间的，手臂这边也是一样，弹性都是非常非常的好。我现在的灰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有一点辣辣的感觉，但是也没穿多辣，也没有漏到什么，所以我自己本人是蛮喜欢这个棕灰色，我觉得是一个时尚代表色。然后再来我跟大家讲，这里啊是做圆 U 领嘛，然后可以看到锁骨，像我平常出门我会把它折进去就变成桃心领。它其实也可以拉一只，它可以，它这是一个很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衣服，反正很好穿就对了，希望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面料跟手感。没错，弹性非常非常好，我很推荐给大家。